金饭合体略 Ghost Data 超越兄弟情，超强童颜不输当年流星花园，饭可以不吃，话不能不说，小编话很多，忙中来插播。最近新剧 Ghost Data 不知道大家开追了没？有两大男神 Ray 与金饭合体演出，讲述两位截然不同的一生，因为一场意外让彼此的灵魂与身体融合在一起。搞笑奇幻的医疗喜剧引起不少的观众讨论。除了 Ray 暌违两年半重回小荧幕，因为主演金饭在剧里微卷的造型，让他看起来更加可爱减龄。不少网友直呼跟十几年前在流星花园的长相几乎没两样。怎么觉得老的只有我们啊？今天就带大家认识出道多年靠强烈及感性的演技努力突破自己的演员金饭。2009年，这部韩版《流星花园》播出后，在亚洲等各地人气超火，也顺势带旺了主演们。金饭饰演 F4 之一的苏义正，是情场老手，而且玩世不恭，一个坏笑就能迷倒不少女孩，却在剧里被单纯的秋天给打动。这副 CP 人气可不输男女主角，让金饭演凭这部戏爆红，但后面接续主演的作品却没有获得太大回响。金饭会在演艺圈浮浮沉沉多年，可能除了本身运气之外，还有一原因来自他的疾病。从20岁开始，因为遗传疾病，需要定时透过药物与运动的治疗，以及时常到医院报道，前后长达近2年的空白期，但处在荧光幕前。加上服兵役2年的时间，让观众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队伍复出后的首部作品《九尾狐传》，金饭演活超级凶控的狐狸弟弟，尤其那个招牌邪笑，谁能抵挡得了？말해봐나설레죽어너이거애정결핍이야왜몰라브라더컴플렉스닥쳐다너때문이잖아왜죠고작인간여자하나때문에산신의지위를버리고산을등지고그리고그래너를버렸다剧中精彩的表现让他也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后续主演悬疑烧脑剧《Last School》，过30的他演起大学生真的无违和。这部剧在网上也备受好评，而近期热播的《Ghost Data》开播就备受讨论。这两大男神组合，各种灵魂附体的离奇事件，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还能看到 Ray 与金饭花絮上的有趣互动，两人太常见面还擦出兄弟情。Ray 还打趣说着，见到对方的次数比见到太太金泰熙还多次。目前收视持续上升中，后续剧情的发展也令人期待。金饭早期曾在节目中透露，19岁时就有6任女友的恋爱经验。2013年在电视剧与文景怡合作后，还发展成恋人关系。两人在欧洲重游被抓包，返韩时大方在机场甜蜜牵手现身，但这段感情只维持短短7个月。2018年则是认爱演员吴延旭，两人通过朋友认识，进而恋爱。但认爱没多久后，男方便以替代役身份低调进入军队，随后也证实两人恋情仅维持10个月。看得出来，金饭对年上 Luna 特别有好感呢。看完了演员金饭的介绍，有没有被他的魅力给圈粉了呢？新剧 Ghost Data 目前也在热播中，粉丝们别忘记支持的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盘点，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小编话很多，下次见喽！达人秀新闻 Dolly 整理报道。